如果你不是爱神的人，就往下滑走吧。留下的你将感受上帝对你深深的爱，这爱是如此深厚，如此广阔，超越我们的理解和想象。今天我们要一起回顾神的爱，感受那无尽的恩典与温暖。在创造我们人类之前，他先创造了天地万物，为我们预备了生存所需要的一切。他的创造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，而是为了让我们在他的爱中成长和生活。当我们犯罪抵挡神，他并没有抛弃我们，相反，神的爱透过耶稣基督的降临和牺牲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。耶稣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，这是一种无条件的爱，没有任何保留，只是为了拯救我们，带我们回到神的怀抱。看到这里，如果你感谢神的爱，请回应阿们，点赞关注这个专页，这里有更多关于神爱的帖文为你分享。